7:13，所罗门的祈祷第二，列王记上8章48-53，48，因那伫受掠的所在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各向家己的地，就是你赐予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拣选的城，并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来祈祷，求你伫天顶，你的居所垂听因祈祷，为因来伸冤，原谅得罪你的民，赦免因一切过犯，让因伫治理因的人的面头前得到怜悯，因为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是对埃及所带出来脱离迄个铁炉的。愿你的目睭看过仆人，听你的民以色列的祈求，无论什么时阵向你祈求，愿你垂听。主耶和华，你将因对地面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，是照你带阮列祖出埃及的时阵，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应允的话。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8:10，这个经文里面也是相款跟咱讲，以色列人若是在受掠的所在，因顺服祈祷，求上帝让因能得胜，上帝会对因有饶恕施恩。大圣所罗门王他想多等过去上帝的阻碍，并且他只要确实的相信将来上帝会对因有更大的怜悯。第二，所罗门王也确实相信说上帝的子民最后会被救赎，就亲像出埃及的代志，埃及是训练以色列民的下落。真正所罗门王的祈祷，他所看重的是在犯罪了后咱就要认罪，因为罪是上帝要赐福给咱的一个上大的挪作。有罪的人他是不会得到上帝赐福的。刷下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祈求就会通得胜。上帝百姓若真心顺服，坚定的跟随上帝，因的人生的确是一个得胜的人生。上帝百姓是分别出来做以祝福甲得到恩典的见证，上帝目睭必然会时刻看顾因，成就因百姓的祈祷。今仔日，咱毋免羡慕别人有大只车、有大间厝、过舒服的生活，因为遮的享受拢是短暂的。咱要羡慕的是，互上帝来用，来成做上帝水个好的见证人。最后，咱要得到上帝的奖赏。因为咱努力的成果，也会尽劳到永远。咱的生命都亲像布永康牧师安尼款，有人称伊做非洲的使徒。伊每一场的聚会，会通讲是拢是几百万人参加的。但是伊的一生虽然是短，伊的一生里面，伊带了8000多万的人来信主。遮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遮个人的生命经历上帝的带领。咱三甲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你予阮明白，阮是尊贵的，阮是蒙恩的，阮也是蒙福的。求主叫阮会当看重属灵的祝福，毋是看重世俗的享受。羡慕予你来使用，来带领搁较侪迷信主的亲友，会当经历你福音的带领，予因的性命会当发出上大的光辉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